我这就是先录了，是不是真的在网上有看到有直播？因为其实也怕，第二感觉我觉得放心了，当天看那种香蕉有味道。其实我是星期一到现在一个时间的时间，然后我们今天会开拍一个电影。我们这次我是把有利的个人民众的很正在稍微感觉这个好像回到第四台的那种状态。但是我知道这一次就是这个电影是跟以前的电视剧是另外一个新的。另外一个新的新的戏的来，跟以前那部剧是完全他们有关系的，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嘛。我也希望你们到时候能够看到这个。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